歌手 JJ 林俊杰最近的合作对象越来越国际化，尤其和韩流偶像特别有渊源。先前他曾特地为 CNBLUE 主唱郑容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跨刀演唱 Checkmate， 甚至亲自创作中文歌词，更和对方合拍 MV， 还登上韩国音乐节目演唱。这一次他则是和 Jessica 的亲妹妹女团 FX 主唱 Crystal 合作，联手代言服饰品牌。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 Crystal 从小在美国长大，和 JJ 用英文沟通，完全不用靠翻译，一路从韩国聊到台湾演艺圈的差别，在镜头前更是脸贴脸，仿佛是亲密情侣，丝毫不尴尬，让双方粉丝惊喊，没想到可以看到 JJ 和 Crystal 合拍广告，也希望下次合作可以是在舞台上飙歌尬舞，那就更精彩咯。一开始当然会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害羞，这次透过 Gap 也很开心能够认识他，虽然合作时间短短的，但是在刚刚拍摄过程当中他很 easy， 我觉得跟他聊天也好或是工作也好，他就是很大气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整理报道。